那我们热烈欢迎连副总统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是啊，是这个选拔是多久了？这个哎，我跟副总统报告一下，三次，评审一共有十一位。有院的先试问，然后他们经过三次的评审，然后报名的一共有76位报名，还有我，还有董事长这样。刚好我来这个讲几句欢迎的话跟恭贺的话。我想今天徐董事长、唐社长、庄总经理接触亲友，感到非常的荣幸，因为我个人了解了有杰出贡献、特殊成就的女性，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年度的大家彼此这个比较这个事情。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。工作的这个历程，那么当然也有在其他民众啊，光是看到这个建设的这个方向，但是连接不起来，